中国观赏极光的最佳圣地漠河再出现绚烂北极光，照亮夜空。这次还伴随着英仙座流星雨。没有错，这两大天文奇景同框交汇出了绝美的景象。从前天晚上一直到昨天晚上，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大饱眼福，啧啧称奇。这底下的极光是绿色，然后慢慢往上就变成粉色、紫色，还有红色了，超美！我非常幸运，很激动。极光还有北斗七星，还有流星同框，这是很难得的，激动的就是跳起来，哇哇叫。过去几天的地磁暴为这波北极光储够能量，前天晚上到昨天凌晨为漆黑夜空抹上了绿色、红色和紫色的色彩，到了昨晚还有流星雨加入。而顾名思义，北极光只有在靠近北极的地方才看到，所以黑龙江漠河这个全中国最北的城市也成为了中国最受欢迎的极光景点。